主料：大白菜500克，肥肉1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生抽、生粉、大蒜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，大白菜备用，肥肉切片，大白菜切块洗净，热锅下油，将肥肉两面煎到出油，全锅带爆蒜头后，将大白菜倒入翻炒，然后加少许水将菜焖煮，最后加盐和生抽调味，再加少许生粉水收汁即可，可以上桌了。烹饪技巧：大白菜煮的时候会出水，所以不要加太多水煮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